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瓜某。马上520了嘛，王总要给孙策还有大乔呢出了一款情侣皮肤。当时给出的爆料呢是花架系列，而且我还预言了一波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花架系列不会真的让孙策骑着马车去撞人吧？踩着飞艇、骑着狗坐的船我都见过了。结果官方给出爆料，完了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你不能说特效不好看，你只能说很违和。各位脑补一下，打团的时候呢，对面的孙策开船来撞你了，并且使用高超的技术绕过了所有的阻碍，最后骑着马车直直的撞在你的脸上，并且说出这句台词：没有人能阻挡爱的脚步。我寻思吧，咱们玩孙策的一般都是开大撞人的，如果对面 C 位一直被你切，就会说啊，孙策你为什么要一直撞我。有了这个皮肤过后呢，咱们就可以这么回答：没有人能阻挡爱的脚步啊。对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爱你的脚步。咦，这什么奇怪的大病娇呀，这毕竟是花架群里皮嘛，跟大乔肯定是有互动的。大乔呢，他可以直接上马车然后坐下去，但是孙策的大招好像是谁都可以上的，对吧？如果是大乔以外的其他人上车了，岂不是可以把车载 CD 换成这个？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在这无人的角落，我偷偷眼泪抹。你要结，虽然孙策大招是个马车，看着怪怪的，不过这个一技能嘛，给了我一种我踏马来了的感觉。因为这个独角兽是真的踏了一下地，孙策的武器呢也是从普通的镐棒变成了独角兽的形状，很有创意。不过我还是喜欢末日机甲啊，当然了，我选末日机甲肯定跟我没有女朋友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没有关系的，真的。信我呀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真的呀，我真的有对象的，只是我对象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我对象。